民间中龙龟今仔日透早举办往来民间比赛以及春阿弟比赛的颁奖典礼。观众人面前是亲身来到现场为得奖的农民颁奖。另外，针对民间乡可行营养杯问题，观众除了呼吁农民爱使用经过处理的鸡屎肥以外，同时也来鼓励大家设置鸡屎的发酵工厂，而且由政府来当辅导，就此来减少民间乡的呼声。为了推广在地农作物，民间乡农会举办往来评鉴比赛、甲春阿弟比赛，伫今仔日透早进行颁奖，让到观众人面前嘛来到现场，亲身为农民来颁奖。恭喜谢小姐！这个民间的往来吼，啊地乡各方面啊，咱农民去做行销啊，啊希望讲吼，啊即摆咧，伊伫咱大陆啊，这个市场吼。会当更加扩大吼，比较好用咱的农民吼，你用野菜粉抹剂，但是一定要用过发酵过吼、发酵过的吼，哎来做基肥。县政府嘛伫现场做宣导，除了呼吁农民使用食鸡屎以外，县长林明志嘛想出新的方案，将会鼓励农民设置专门发酵鸡屎的工厂，并且由政府来辅助，减少民间乡的呼声。那么我们现在在鼓励吼，咱家种地吼，也是对这个生物科技比较有研究的在农民吼，我们来鼓励他，希望他来设厂，他来做发酵的工作，这样才能够一劳永逸的。咱管户呢，嘛是要过来加强甲宣导，卖有这个用到青鸡屎。受到气候影响，今年春阿弟比赛报名的数量只有393件，不过地的品质是非常的好。另外往来的部分，同款因为气候无好，和数量是减少了真多，不过却带动了价格，会当讲是这几年来上悬的纪录。记者张崇采访报道。